展览首次引入 AR 科技打造的 AR 互动区，只要通过手机 App 扫一扫 QR Code， 工联会的历史就会立即呈现在眼前，为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观展体验。为庆祝工联会成立75周年，由8月31号至9月3号在中央图书馆，我们举办了奋勇共进新时代，服务市民走在前，工联会75周年历史文物图片展，我们等着你的。